好了，这节课呢，来学习一下我们的这个背景橡皮擦工具。背景橡皮擦在我们的橡皮擦工具之下，它用起来呢非常好用啊。我们用来可以用它来对背景图像进行擦除以及抠除图像，抽图像。首先，我们选择窗口工作区，选择我的工作区，直方图打开，图层平板打开。好的，现在看到了哈。我们选择画笔工具。背景橡皮擦工具对图像进行涂抹、刷、清除，它和我们刚才所指的工具是相类似的。那么它的属性栏有所不同，大家注意看：第一，连续取样，也就是说我们在擦除图像中的某一个局部范围时，如果说它有背景橡皮擦的，我们没有构建保护颜色，前景色不被保护，背景色是白色，那会被保护啊。来看啊，背景，大家看啊，在擦的过程中，我们在底层呢新建一个图层。停留黑色，大家能看到啊，我们停留黑色以后，它对于它的这个墙面啊，就窗户角，它并没有完全擦除。我们来换个颜色看一下，Ctrl 加 U 色上饱和度，哎，看一下啊，它的墙面还在。那么如果我更改了颜色，背景颜色更改以后，那么这颜色整体都会更改，是吧？但是过度的一。过度的只能它只会存，它只存在了一小点颜色啊，纯白色的。因为相同颜色范围来讲呢，它都已经被擦除掉了。第一个是我们的连续取样啊，连续取样。背景橡皮擦工具呢，大家理解，在工具中呢，我们去掉背景的同时呢，可以保留物体的边缘啊，所有呢可以抠图。那么第一个工具是连续，第一个命令当然连续了。那怎么连续法呢？在您所选择的画笔选区范围内，裁除连续范围，啊，我删，全部有了。你要看我鼠标左键在哪里点的，如果点白色范围，这里的范围还有一些颜色并没有去掉，但这个图像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墙面颜色，它所是包含白色颜色非常多的。Ctrl+Alt+Z，Ctrl 加 M 键或者曲线调整色阶，曲线命令压低一点，我把图像压暗一点。原始图层本来是上锁的，那么如果勾选取样一次，和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的取样一次，它是与鼠标第一次单击时的图像来进行取样，我们点击哪里就是哪里。刚才的话连续的话呢，它主要是指我们所有鼠标移动而不断吸取颜色啊，我一点击它不断吸取吸取擦擦擦擦擦吸擦吸擦，一直不断吸取和擦除。那么如果是第二个命令是一次的话呢？我点击黄色部分进行擦除，按住不放时进行涂抹，一直涂时，你会发现，由于容差值过大，所以它的边缘就没有了。我们将容差调小，设置为11%，再选择黄色范围、墙体范围进行擦除。哎，那么现在呢，容差小了，是不是？我们没松手再擦的话呢，它只能擦这些部分。如果再松手以后再擦除，哎，细节部分就没有了。这些地方也有这种颜色。容差有十的颜色就擦掉了，它窗户部分并没有擦除啊，它也起到一个保护作用。一次选项，好，然后呢，我们恢复图像，图像调整色阶命令，压低一点。OK，那么来看一下第三个命令，第三个命令是背景色板。背景色板在我们的橡皮擦工具当中，和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的颜色替换工具中的背景色板这个参数值设定是相同的，大家注意看哈。好，然后呢，我们按 F 键恢复一下，刚才点错了啊。背景橡皮擦，勾选第三个，以背景色作为取样颜色。那么我们简单的点击背景色，用吸管工具吸取颜色，这里颜色吸好了，然后呢进行擦除，勾选连续，它只会擦除我们背景色的颜色。你看我怎么擦它不会改掉，如果再吸取这里的颜色进行擦除。大家看到没有？其他地方的颜色并没有更改，它只限制于背景色来进行抠图的这种效果。我们可以抠图的是吧？好，返回一下。此时呢，我们把它恢复到第一个连续，或者是选择第二个都可以。我们选择最后一个背景，在限制范围当中有连续、不连续和临近像素。它到边缘的意思哈，连续呢，它是指在我们所指的范围当中连续的范围。如果我选择白色，大家注意看啊，第一次吸取时选择白色，背景设置为白色，这个白色不是白哈。
然后呢，勾选连续，连续的话就是说，如果像这样子的点击白色，左侧有没有？有是吧？画比较大一点，左侧肯定有。那我点击以后呢，左侧范围它并没有被删除，但点击右侧时呢，它又被删除了，是不是？好，那看一下不连续，当点击不连续时，左侧和右侧同时被选中，就是说两个像素它本来就没有连在一起，没有连在一起就称之为不连续，连续就是说像素连在一起的位置才会被删除。Ctrl Alt Z，查找边缘和我们在上节课给大家讲过的，前几节课啊是颜色替换工具中的查找边缘，这个命令是相同的，它对我们的边缘进行查找，插入图像时的边缘进行擦除，设置余画值为15。你看啊，在擦的过程中啊，你们会发现它的边缘就是比较暗的交接的地方就被删掉了，没有了啊，但其他部分不受影响，我怎么擦都没有。它只对边缘起到作用。好，我们勾选不连续，我们勾选连续，容差值呢，就容差越大呢，所擦范围就越大。大家看啊，我们画笔调小一点，柔角画笔来进行擦除。好的，范围越大，所选择范围就越大。它擦的话，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它是以背景色本颜色来决定的。那么背景色是什么颜色？那么它上去擦的是什么颜色？是吧？墙体方面都有这种颜色，它就会被擦掉，树部分也有这种颜色，也会被擦掉。但是它抠的效果是不错的，我们把它简单刷一下。好，然后呢，背景图层新建一个，拖下来填充一个颜色，Alt 键加 Delete 键，黑色。那么因为刚才抠的时候抠的不是很好啊，分了两次，大家看啊，它效果还是有的，对吧？特殊效果，按 F12 键，Ctrl 加 L 键色阶。压暗一点，好调整。保护前景色主要是指对前景色的保护。一般来说，我们不能擦到前景色嘛。你看啊，选择这个模式是背景色板。首先吸取背景颜色，保护前景色是吸取的是白色灰。此时我们在图像进行涂抹，大家注意看了，容差值设置为50%进行涂抹。它擦的是我们中间部分，但是白色部分受保护，没擦掉啊。你看啊，没擦掉。我们不要擦到里面去，只擦外面的。不要擦到里面去，将画笔缩小，这些地方擦慢一点。它有它受限制。好的，里面的范围不要动它。好，新建图层，拖拽到下方，填充黑色，执行编辑菜单填充命令，选择黑色。我选灰也可以啊，或者选择其他颜色。那我选择颜色，自定一个颜色，不能选红色。这个橙色，青色吧，确定。大家发现了哈，当时我们删除的部分就是说，它只是删除了我们刚才所选的部分，而前景色就是说，在前景色中来讲，它已经保护到了我们的前景色。那有差多了，有些部分颜色呢，我们可以进行擦除了。啊，那么效果来讲还是不错的。抠的时候你要注意啊，这种抠图法一般是非常少用的啊，非常少用的。那是保护前景色的命令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画笔来控制压力大小。大家有手绘板的话，就可以用这个工具，用手绘板来抠图了啊。你抠的非常好，你画笔比鼠标很好掌握，是不是？好，这就是我们的背景橡皮擦工具了。